快老婆，这事只来个半拉月。哇，又做这么大大长腿啊！只要你喜欢吃啊，我每天我都做给你吃。嗯。哎，老板，老板，快快快，先别吃了，馋死我了！赶紧给我来200块钱的海鲜。大哥，你确定你要200块钱呢？怎么怕哥买不起啊？我是怕你家冰箱放不下，就要浪费，从你我做起，在咱们家一张都用不了，就能买到买一大箱子。老板，好吃吧？好吃，给大哥好好的介绍介绍。大哥，太香了啊！给您介绍介绍，来。这个是咱们家三包大个带黄的扇贝肉，三包的鱿鱼脖，然后四百克，再来上2包这样的生海章鱼须，2包葡萄红泥沙的花甲肉，2袋这样大个带黄青毛肉，满满一箱。我等一下，今天给咱点红叶哥姐再送2只黄金腰包肉。那行，满满一箱海鲜，一共是14包海鲜，只需要2.9元，还包邮呢。哇，这么多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下方小黄车。